代都是做以笛箫。从我外公开始呢，就是解放前呢，就在豪办街那里，那么就开始做笛箫了。那么我就在我外公啊，我爸的熏陶下呢，从十多岁干到今年五十岁了。郭大强出生于广州豪畔街，从小在乐器中长大，八岁学会吹笛子，十五岁便跟随父亲学习制作箫笛。有三十多年制箫经验的他，如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箫笛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，被称为南箫王。由细到大都是跟着我的，细路仔我带埋个工厂嘅，喺度瞓觉，喺度食，食完就翻学，所以喺个工厂就征途到佢嗰个做箫笛嘅兴趣。郭氏箫笛在广东箫笛业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郭大强的外公赖全就以手工作坊的形式从事箫笛的制作经营，且小有名气，并于五十年代创建了广州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箫笛乐器厂——广州岭南箫笛乐器厂。郭大强的父亲郭汝卓凭借精湛的工艺，在乐器厂担任箫笛新产品开发的主要技术员。我使用的不是我，是这些使用者，所以我要去切身的去替他们考虑，是他们经常的用的，用的是什么器式，所以呢，我要他们先吹给我听听，然后才能去决定去怎么去做。有些呢就是看他们的手指的长短大小，是会为他们的而做。在十多年前，郭氏箫笛的销售额不断增长，竹子需要更宽敞的存放空间，郭大强便把制作箫笛的工厂迁至了白云区金沙洲，由他的弟弟郭大民来负责箫笛的挑选和加工，而最终的调音部分依然由郭大强定夺。其实当你做起来你就知道很繁琐了，大概有二十多个工具，现在就可以用那个半机器，用机器可以代替的某一种手工，以前全部都是用手工的，八十年代我们都是拉着来钻孔的，那时候没有机械，靠一把钻一把锯靠那头铁，靠个风炉，每日都经过风炉的，拉到我这里呢，这里熟了的。笛子横吹有磨孔，箫竖吹且没有磨孔，制作一支好箫笛，郭大强认为材料的因素占三成，制作人的工艺占七成，前提还要懂得吹奏，就是有好的材料才能够做的好的东西出来。刚刚做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在灌输给我们什么叫做好材料，要什么年份的材料，怎么存放保存着竹子比做笛子还重要。要看见这片竹林呢，要保护起来不能砍，要等四年才能砍，要专门要看着的，四年过后砍下来的时候呢，还要阴干把它放四年，那个系数没这么大，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做。制作箫笛过程并不简单，包括选竹、拉直、打磨、上漆、校音等二十多个步骤。黄竹适合做笛子，紫竹适合做箫，都要生长满三年以上。每一根竹子的厚薄、粗细、质地都不同，笛箫的音色因人而异，需经过制作者的用心设计才能成材。新鲜的竹管经采集后需放置四年，待竹身完全褪青再进行烘干扳直。这烤熟了是主要是把它的水分和油分
烤出来。如果是我它的水分太多的话，它一到了冬天一收缩的时候，整个阴会变的。所以呢，就是阴色主要是在那个烤煮方面。至于去多少那个水分油分呢，要自己掌握，要实践才知道的。因为我们也是摆烂了很多那个竹竿，才能摸到这个规律。经过烘烤后，竹子中的纤维收缩，竹管变薄，才开始定点打洞。定点是根据竹管直径的大小、厚薄程度计算每一孔的位置。定点后，在竹管上打洞。起初削洞需开得较小，经校音后，不断调整削洞的大小。这一过程是保证削笛音色的关键。最大就是在调音色跟调音准的过程，因为竹子是天然的，所以说，要调音准、调音色出来的时候也挺困难的。调音那里呢，就是不断的去重复一个动作，其实靠我们的内听力，听到那个箫啊或笛的音程关系准不准，每一个动作都是重复的，很考究那个师傅那个耐心。手工校音是郭大强的绝技，他对于音准和音色的把握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。从未接受过专业声乐教育的他，对于音准和音色的把握完全在于自己不断的学习、细致的倾听和平和的心态。如今的客人需要定制箫笛，只需要对方打电话告诉他的要求，郭大强就可以制作，但必须让他了解清楚对方的演奏方式和运气情况等。很多时候都讲制作人的那个知识面，他的修养，笛子跟箫是很个性的，他不是说啊你说好就好的，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气和使用习惯，这才能说的好的。我觉得还是做什么东西，我们都一定要拿个心去做事，这样才能长久。在郭大强看来，会制作箫笛的人也必须是吹奏的高手。从业30年来，郭大强不断提升自己的吹奏技巧，更练就了一手手工精准的校音绝技，注重用心雕琢每一件器具。从他手中制作出的箫笛已不只是一件单纯的乐器，箫品如人品，只有人到无求时才能做出一把有情感、有品格、有灵性的好箫。